欢迎来到 WQO APAC， 我们已经进到第四周。我是今天的赛评 JJ， 我是今天的主播 Cisco。 各位观众好久不见，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收看 WQO 2016-2017 APAC 地区第一赛季第一阶段的直播服务。四周不见了，好想念大家，也好想念 JJ 老师。好不想念哦，怎么是你啊？为什么不想念我？你可以表现出你好想我的感觉，可不可以？没有，好烦哦。我今天一直在 setting 的时候，在这个设置这个 stream 的时候，我都觉得好烦哦。怎么是你啊？裁判，我要换人。我有什么不好吗？我有什么问题吗？你不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你就是 Cisco， 就是没什么问题，就是对啊。你看我，就是再也没有办法再好了，就最惨就这样而已。什么叫最惨？最惨就这样而已。最惨就这样子，是怎么样子？可不可以请 JJ 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就大家看这个画面的右边就可以知道，前面几周就是小莫的观众来看的话，就现在看到这右边这一个，就感觉各种不舒适。为什么？我觉得很 OK 啊，对不对？全新感受啊，各种故人怨，对对对。什么各种故人怨？可以这么说啦，就是简单来说可以这么说。好，那我们已经进行到第四周了啦，就是在Cisco 去神秘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已经进行到第四周。那我们的赛季总共会打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会打六周，所以已经进入到后半段的一个比赛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WGL 上一周第三周的 highlight 表现。EL Gaming continued their dominance of the league with a 5-1 and 5-0 wins against Team Efficiency and Run.Karen Tigers got some much needed points on the board with 5-1 and 5-0 wins over Run and Team Epic Gear. Meltdown defeated Team Efficiency and Dark Wolves 5-1 and 5-0. This is definitely a week that Team Efficiency and Run would like to forget as they struggle to have any impact against their opponents. Now let's look at the standings in the APAC region following a run of fast performances and matches. 好的，那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第三周结束之后的赛事排名。第一名的依旧是 EO Gaming， 全胜的战绩21点积分，稳稳的坐在第一名的位置。第二名则是来自韩国的 Meltdown 16点积分，暂时排名在第二。第三名则是来自新加坡的 Team Collision 15分积分，排名在第三位置。而第四名则是台湾的队伍 Postman 以14点积分，目前暂时排名在第四名的位置，还没有跟前面两名的领先集团被拉开差距。第五名则是日本的 Karen Tiger 12点积分，而第六名的等下为什么你的那个 Standing 跟他画面上不一样？他现在讲到第三周。Twist sadly remain bottoms, and it looks like they won't be remaining in the gold series. 再到第三周，那各位观众忽略一下，好，先回到主播台，各位观众忽略一下，我这边的速度比较快一点。好，我切一下，就是战绩排行榜。现在刚刚 Cisco 讲的是，就是上一周打完之后了，再加上这礼拜 也打完这个四五嘛，我们都知道比赛是在四五六日，所以在四五这边打的比赛也是有所成果。那目前看到大家看到这张字卡，就是目前排行榜，就刚刚 Cisco 讲 ，EO Gaming， 然后再来是 Meltdown TCZ， 在 Hawksman 第四名 ，Karen Tiger The Wolves Big Gaming T 一，接下来后段八要好好加油是 GoBase Run， Team Profit 以及 Twist。对，因为我们第一阶段相信 JJ 老师前三周应该有跟各位解释过，我们第一赛季会分为。上半季跟下半季，上半季打完之后，我们会淘汰垫底的四支队伍，十二支队伍只会留下八支队伍要来继续做，第一赛季冠军的争夺。也就是说，目前 Go Best Run Perfect 跟 Twist 的四支队伍还处在降级区的位置，要好好加油了。就他剩下的这四五六周，好，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流程，我们再看一次我们的战绩排行榜。那就刚刚讲了这个90、11、12，但后面还有两周的一个赛事啊，所以他们应该还有一些比赛还没有打的，是还蛮多的。对，目前其实各队都还是有机会，就算是目前暂时对垫底的 Twist 还是依旧是有机会的。GoBest 跟 Team Efficiency 的差距只有4分，而两支队伍今天第一场比赛将会正面碰头。如果 GoBest 能够在正规的八局里面获胜的话，能够将积分差距拉到接近只有一分的差距，这对于 Go Best 来讲相当重要，但是这对 Team Efficiency 来讲，这就是最糟糕的剧本了。那其实，在比赛里面，就是我们第一轮只会打一个单循环，所以每一场赛事对于其实赛程安排来说啊，就在战队的角度来说，赛程安排也会稍微影响到，就是你的战术要不要在什么时间要拿出来，所以。当然在赛程安排是主办单位 ESL 这边是当然不会有任何一个立场，就是主要会转播的赛事应该会摆放在就是比较具有
刺激感，或者是人气比较高，或者前段班的一个队伍，当然可能在转播上面的安排会有稍微这样子的一个改动，但是他并不会想这么多，就是但对于战队来说，其实抓谁放谁，或者是在打谁的时候要用什么战术，奇特的战术要放在哪边，我觉得这对战队来说是另外一个课题啊。我觉得桌放是比较不实际的一个想法，因为其实第一轮只有第一阶段只有单循环，上半季只有一个单循环。我所谓的捉谁放谁是战术上的运用。战术上对，的确战术上是可以做有所保留了、对，但之前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赛场上我们可以看到我好像有说过 EO Gaming 吧，打的比赛都好像都是在用一些比较基础的战术，那就是他们在战术上面也有说一些选择，当然也跟他们这一季可能有改动了一些队员，所以用打一些比较基础的战术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再看到是 GoBase 的成组人名单，对 GoBase 这季也是大改组，可以看到几乎全部都大换血 ，Single Papa 这些人基本上都已经离队，只剩下 Red Bull 还有 Hyper Simon 这三位老队员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老面孔。那讲到 GoBase， 这也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就是 GoBase 其实在我觉得 GoBase 的战绩分水岭在 Kalsif 离队这个时间点，就是 GoBase 开始向下，等于说从天堂掉到凡间的一个开始。对，在 Kalsif 本来是冠军嘛。对，在 Kalsif 离队之前，GoBase 在国际交流赛，先不论韩国赛场，因为韩国区域 WGL 之前韩国还是独立的时候，必须平心而论，就是 GoBase 跟各队的确有差距，是一个蛮大的差距，所以在 Kalsif 离队之前，国际赛场上GoBase 的战绩是一向胜率都是破五成，但在离队之后连三成都不到。那来看一下 Team Efficiency， 我们这一季的登录选手名单 Dexta、Mel、Shafi、Scale， 那这 Momaji、Nomad 都是我们熟悉的老面孔，这也反映在 Team Efficiency 目前的一个战绩的排名情况下，第八名虽然说看起来没有办法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位置，但是其实Team Efficiency 的战绩相对是稳定一些的，因为其实前几周你没有看到嘛，那其实 TE 它的一个近况是相当不错的，那相对于来说换掉的一些人其实在战队上面来说是有达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效果，就是在至少在整个战术上面是跟得上，那在整个战绩的表现我觉得都还算是相对稳定，那我觉得这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人掉说那换掉的人是代表他们是，其实我觉得跟换掉的人是不是雷，我觉得是没关系。这主要我觉得在战争世界比赛需要比较多是可以真的放下心来，然后可以全心投入。那因为我知道之前 T1 的一个陈组员他比较多是年纪比较偏长啊，所以可能很多人都是还是要上班啊，可能也许还有自己的，甚至有人要有自己的事业要做啊，所以我觉得跟有没有投入的时间多寡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但其实 EO Gaming 即使刀爷换掉了，就是他退休了，那其他的一个新进的一个成员也都有补进来，就是担当好自己的位置。像这一季黑鹰也是要算是担纲半个指挥的一个角色、那在其他战绩的一个人，因为 他只要当指挥的话，可能不会像以前这么存心的去做一些输出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他在整体数据上面表现可能稍微有一点差距，但是他如果能够把其他人带起来，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个电竞选手来说是一个怎么讲强化自己的一个过程吧。对，我觉得这次老师你刚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选手年纪跟他投入的一个能够投入的一个时间，不是说年纪长的选手没办法投入这么多时间就代表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有现实的因素要考虑。那 EO Gaming 能够做到这样，他是有他的特殊背景因素，就他们已经是全职业化的战队，那他们全职业化每个选手都是全新的情况下，当然是比较有办法专心在赛场上。那第一场比赛的地图已经出来了，是在 Steps， 那第一场看起来是将会是由 Team Efficiency 担任进攻方， GoBase 将会担任防守方。不过看配车也有可能反过来，因为这个配车其实两边都有一个要。我正要说，你怎么看得出来的？我都怎么看不出来？因为之前我跟前几个人，就是小莫跟阿法都讨论到一件事，就是你既然字卡做出来，为什么不告诉我这是谁是进攻方，谁是防守方？有插那个 button 吗？对不对？因为其实，在 Step 这张地图现在的一个，你即使是防守方不带015这样的车辆都有可能产生，
那这一场比赛是两边都有人带领鹦鹉，所以其实你看不太出来说到底谁进攻和防守。不过没关系，因为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待会会打一进攻一防守了。那第一张地图是带 Steps， 是两队第一张交战的地图。问题是在于，GoBest 选用了一台113，又选用了炮车，这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组合。因为以炮车来讲，炮车在 Step 上地图是进攻方会比较常使用的一个选择，但是防守方不是说不能用炮车，而是你需要有相对应的车辆去弥补说你因为选用的炮车少了一台八阶轻型战车带来的视野被压缩，还有一些在交战的时候骚扰的能力不足的一个情况下。对，就是他在如果攻方打防守方带炮车的话，变成是自己的八阶要去开光了。那带一三是目前就是这个版本，应该说这个赛季开始哦，算是目前的潮流所在。对，来看一下 Steps 的影片介绍，有个什么 T 五四 Lie 啊，然后巴恰啦，一三也算是现在的潮流。对，因为一三其实在 HD 化之后，真的变得超级硬的一台车。那第一场比赛开始将会是由 Team Efficiency 担任的是防守方，GoBest 担任是进攻方。Team Efficiency 这边选用的是一台015，两台 OBZ 140，三台巴恰以及一台 RU51， 而进攻的 GoBest 选用一台113，一台015，一台140，三台巴恰以及一台 Lorin 151。嗯，攻方带炮车的话，主要就是压制开光的这一台零五，但有可能会被冲锋，所以他们选择一个比较保守的路线，没有走二号点。那因为自己攻方带攻贝斯这边带一台零五的关系，所以他转点的一个时间会比较少一点。那这边第一波已经被亮了一台八恰。对，那这讲到这边，为什么 GoBest 要选择打一号点的这角色？就是一个打二号点的话，有可能会被冲一波嘛，所以因为他自己少一台炮车，少一台八阶车，八阶轻型车。对，的确，因为其实以进攻方来讲的话，二号点位的，如果你一开始是选择往 JK 线进攻的话，其实如果你在中路被拦截的话，你地形是稍稍不利的情况。嗯，所以喵啊，稍微在南边做一下清场。对，这个动作都算是目前战队蛮标准的一个动作。你在第一波北面是没有任何，第一波你拉到大概 GH 线，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之后，你就是要开始习惯性的往 JK 底线去做一波清场，避免对方采打伏击或是有什么特殊战术安排，这都是一个选手的纪律性。这一直之前我跟 JJ 老师搭配手上就有体会到说，选手纪律性在这种比赛的应该讲说顶尖对决里面是很重要的。好的，那这边看到就是打一个传统的一号点位哦，这边零一五上来想要压到这一个坡，不过他走的一个路径是比较危险，所以这边吃了一颗 ，Gamer 这边抽了一发，自己没有亮啊。Hotolic 的140直接压跨过铁轨，其实这还算是 OK 的交换，因为 Hotolic 的140压到了 A4 这个位置之后，他可以把 A6 A7 的部队给清查出来，然后压制回去。其实我觉得 GoBase 这边是蛮。就是打得比较保守，他不想分兵，不然通常零一五会走中间的壕沟，就比较安全，然后去压现在他这个点位。那他从后面过来的话，势必会被亮哦。那这边吃了一颗还好啦，因为是零一五嘛。对，零一五开始压点，还是有血量，而且自己还有一台113装甲，还有自己没有带八阶轻型战车哦，所以是只能用八恰来压点。这个交换是有一点，我不知道，要等一下看一看。这边大吉林正在进攻，然后。可喜可贺，就是跟 Cico 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占领圈啊，这一季终于是120秒。可喜可贺啊！可喜可贺，之前都想说奇怪，规章明明是写120秒，为什么一直100秒倒数？好，这边零五又吃了一颗，吃了蛮多伤害，直接受到南北两面的夹击。这对这零一五的位置似乎是太稍微的突出了一点点，要再稍微往现在位置靠了。去压坡，不过奇怪的是，光背他现在选择后退，为什么？只是野团习惯啊，这不能退啊，这退了很好，这时候被点亮，看有没有机会退回去。这边吃了第一发伤害，剩下827滴血，第二发剩下410滴血，最后两发血量有可能会被直接收掉。嗯，这边是自己撤掉，但是剩下被打到。我说巴恰，因为RU51上来了，所以巴恰只能撤。那这个时间点通常是想要反打出去，但是 GoBase 这边因为自己的一个阵型太过于龟缩了，所以看不到太多的东西。零一五的问题超级大，剩下48滴血，而且弹药加主炮都已经受损。
这个，而且修理包用掉了，哇哇，经验啊，经验的不足，太早交掉，或者他之前有被断腿被，这就像你在打战舰的时候，通常你如果烧到很多炮火的时候，要退到安全距离之前再去灭火会比较好。对，这个是经验问题，经验问题，对，这真的是经验问题。如果是一般玩家，一烧起来说看我的手速，直接灭火，然后第二发下来，再烧一次，这个是有一点类似的。对，那这边压第二次点，一样是大机灵去压点。不过，老实说，现在 GoBest 已经陷入死局了。这比分目前还是0-0 ，GoBest 还没有停牌哦，大家冷静，这还是第一张地图，我们没有垫底让分这种事情。字幕哥正常发挥，这今天的字幕哥是正常运转中。那这边 Lorin 收掉了 Skill 的 RU 二五一发，但是好赚哦，收掉 RU 二五一，其实现在意义不大，因为你 GoBest 的阵型已经被太过于压缩了。主要是他自己没带轻型战车啊，如果他有带的话，收到对方一台轻型战车是很赚的。对，但是你现在的问题是你 GoBest 的阵型被过度挤压在不利的位置，只是看他是不是要把八桥都带进来，直接三台车站点。但是中型战车站点也，这个隐蔽性还是差。现在、这个、清坦很多，我觉得选择从北面 A5 A6 的位置打出去，想办法清掉二号点位会比较，拼一个对方来不及回防会比较实际。因为他知道南面这边有枪线，这边也可以知道对方 T1 这边也知道对方好像在转点的，可能刚刚。好像有人带灯走，我觉得是经验谈的问题，因为大概三十秒的时间点，巴恰一直没有现身。对于 Team Efficiency 比较老练的队伍，像说 Dexter 这种指挥官比较老练的情况下，他就会选择把车调了，撤掉比较安全。而且他零五放的位置本来就比较靠后，因为刚这一波 Gamer 的140撤不掉，只能卖掉015，用015来做阻挡。嗯，哇，这边 miss 很多颗，巴恰 miss 很多颗。对，但是 Gamer 又被断腿断第二次，直接上28滴血，直接被解决掉。015这位置也是相当糟糕，被孤立起来521滴血。140这边应该有办法直接单抓掉，在015没有问题。嗯，015在这边是直接被卖掉了，但这边八枪已经缴完弹，看后续的 TE 能不能够第二轮进场。这交换可以，交换可以。513在这个位置应该可以顶住一段时间，可以顶一段时间。现在就这撤退战的问题啊。这时候 Pathotic 的 OBZ 140剩下61滴血，应该是撤到安全位置。这时候113在前面形成一个相当大的高墙，完全跟你这边不吃一波不行哦。这边八下必须要进场把这台113给收掉，在第二轮 reload 再去做 reset 的概念。Zerika 的113在这边可以挡很久，这完全就是釜山海港的防波堤。这边140 Dexter 这很难跨过去这一道高墙。对，因为他前面那一波巴恰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回来的时候还没鲁肉完成嘛，这边炮车砸了一颗 Dexter 有受一点伤害哦。对，但是巴恰终于进场，三应该是走不掉了，但是另外一边一号点的站点看起来有机会完成，下十秒钟左右的时间，瞄的巴恰二五 T 看有没有机会进场 reset 到第一发是炮掉了，有第二发要补上，带走一台哦。有收掉 Hina 应该有办法收掉。阿迪亚亮为枪线也是把所有的车都给亮出来之后，最后一颗带走 Hina， 然后接下来大吉利想要追击，这血量是有办法收掉，喵刚好没有弹药。对 ，Shafi 已经上来要做掩护，他应该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走，跟自己的队友说汇合。这边目前是一个4-3的一个局面，即使喵掉了，应该大吉利的血量也很低哦。对，4-3，对方一台炮车啊。Shafi 先选择说015是 OK 的一个选择，因为弹药量是还足够的。这种大机灵这一发喵来不及收到喵，反而被 Shafi 给收掉。Shafi 应该可以再解决掉柔韧151，直接拿下第一场比赛胜利。嗯哼，只剩一台炮车，然后 Cico 你可能 Buffer 再帮我用两秒，大概差两秒钟的时间。Buffer 我要再设定两秒，是不是？或者是你待会稍微看一下时间，稍微估算一下时间。我调12秒。OK， 这边带走最后一台龙链151，这边恭喜我们的 T1 是拿下第一场 Steps 的防守胜利哦。等一下，我不能设到12秒，因为马上当掉。就重整应该 OK 吧？重开。
对，那刚刚这一场的话，其实 T1 这边打的防守策略是蛮标准的。那因为在这个 Gobes 这边没有带轻型战车，所以攻方要打这个炮车的一个战术的话，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有人去站点，然后让对方的这些重型战车出来之后，先消这个重型战车的血量，我觉得这样会来比较好一点。但因为通常来说，你要打一号点的一个战术，南面这边还是会摆车，尤其在山上做一些预警。但因为我觉得 Gobes 有点战术上面打得太过于算保守嘛，或者是有一些关键的重点没有掌握住啊。就譬如说你在南面这一边要摆车，但因为你自己带炮车，所以你不能够没有办法带让轻型战车在这边做掩位，所以你必须要打的是比较攻击型的一种防守自己视野的一个感觉哦，就是跟我们一般在守这个南面的掩位是不太一样的。来看一下上一场的 highlight。你才刚进 highlight？ 没有，我刚刚才看到 highlight。哦，是。那其实刚刚这一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 GoBest 他的战术佯攻的意图不够，做的不够多。他太轻易让 T1 去抓到 GoBest 想要进来的方向。我觉得这个问题蛮严重的。其实我觉得战术上面调动还算可以，像第一波换的还不错，但是换掉的车还不够多。我觉得主要是巴恰的这个，等一下还会有一个就是输出哦，可以看一下蓝色这一边南方 GoBest 的输出。我觉得他巴恰应该输出的不够多，就他 miss 的弹药蛮多的。对，其实第一波冲阵的时候，我觉得缴的弹药也是稍微，最后冲阵的时候缴的弹药的确是有点多。就是你已经知道对方是弱边了。那你直接冲上去要吃的话，你应该是直接黏在，通常我们会看到黏在 OBJ 140后面，不会跟你就是待在比较远处，可能100公尺的距离，然后做狙击这样子。对，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的输出的统计报表 ，Shafi 果然是输出第一名， 16发3600的伤害，然后两台击杀。那这边可以看到，炮车砸了11颗啊，砸了11颗2100，但是如果赚翻了。2100看起来很高，没错，但是你要去算每一发的大概多少，然后 Dexta 果然在雷。嗯哼，Dexta 还好，因为他走的是一个防守策略，主要是你看 Hina， 重点是21发1000左右的伤害，然后 OBJ 140大概你一发算300多好了，代表就是他的命中率大概只有20%不到。没有，因为 Step 这张地图它有很多可能是远处的 poke， 然后可能在做 reset， 所以我觉得那个命中率不是重点，就是重点是要我刚刚讲嘛，重点是你要看 GoBase 这边的 Hina， 那些巴恰打了，我记得应该是两轮 ，Hina 好像打了两轮，然后只有中800多滴血，所以代表他只打中两颗还是三颗吧，两颗。对，其实输出他只打两颗，所以就是差在你前线你要去打弱边的时候的一个巴恰的伤害打得太低了。那当然，有一些命中率啦，我觉得命中率这件事情，击穿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观察到可能是比较多近距离交战哦，那个可能可以。在数据上可以看到一些统计哦。那在 Step 这张地图，你说这个 Dexta 它可能就是比较远处做一些 poke 啦。当然，可是140的炮其实真的，我觉得算准的。对，算准，但是它可能是盲射啊，所以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情形，因为它刚刚的一个位置。来看一下六场配车，这边 GoBest 选用两台113，一台015，一台140，两台 Bacha 以及一台 T50 赖尔。King Efficiency 这场换成一台113，然后。140 Bacha OT 以及1390的组合，对 GoBest 来，对 Team Efficiency 来讲，这场要进攻进去似乎会有一点点困难吗？这次老师，我觉得 Steps 本来就是易守难攻啊，都是易守难攻。我觉得说你今天打一个很稳定的这种防守战术 ，Steps 就是一个不好攻的一个地图。我觉得还有车种的问题，因为你看 GoBest 的这个。这个配置是很重的一个配置，113015，他们大概只差 mouse 没有拿出来而已。当然在 steps 不可能出 mouse， 在 steps 出 mouse 有点是找送死的行为。没有，就我觉得也能出来，不是不能出，但是你可能就只能从头到尾打一个点，这样打到底，死磕到底是不是？对，然后但是重点是我不知道 mouse 能干嘛，就是有点戳就是了。我也不知道，就跟我到现在还是看不懂武士重战日本十阶重型战车有什么用处？但是欧豪是有用的，这些比赛是有拿出来用。对，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看一下 T Efficiency 要怎么进攻。先天上车种就是一个大劣势，可以看到差了将近1000左右的血量。
但是第一波看起来两边职业小项目 skill 的1390第一波开光相当到位，有看到重点。嗯，对方是想要直接硬抓你一波，但是之前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 Hippo 在干嘛？爬山，爬山。我讲到这爬山必须讲，那个 Navi 的那个 Power Slide 第二周吧，上演超级精彩的镜头。那对对方的炮车在 step 在这位置，因为是这台炮车，这个是先缴先让一些血量，是不是？平衡平衡平衡胜率，战车世界是一款平衡的游戏。你确定这样推？这错误示范吧。这上来我是不觉得能做什么事啦。好了，上去是上去，但是你看这个血量，你让了两发哎、欸。好，这个位置其实可以做事。因为你 A1 这个点就可以有很强大的预警还有骚扰功能了，你接下来撤就可以撤走啊。长兵吧，他一开始应该不会出来，有人站点的时候出来亮一下。对，有人站点之后他可以，第一个是第一波预警，然后第二个是第二进攻的时候的骚扰嘛，然后 Hippo 还是上去。我想也是啦，这里上得去，因为二伏的炮车 Lorin 151真的上得去。那讲到那个 Navi 那个 Power Slide， 他对手剩最后一台炮车，在这位置想要跳下来自杀，就他飞到一半的时候，看到 Power Slide 的140在半空中击杀在炮车，然后这时候开始爆发交战，113跟015对上，在这地形上来讲，113是相当有比较有力的，光是装甲还有输出能力来讲，就赢了。嗯，地片在9.13改动之后是相当高的，那这边压住对方的这一个点位，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转点，一开始。就已经往二号点做移动，那113已经顺利压进来。对，可以看到这个015这边，它的移动的范围是受到很大限制，因为一台的113顶在前面，后面又有140架枪线掩护的情况下，它能够上来的角度真的不多。那另外一边可以看到，另外子母画面这边015对炮的镜头也是相当的艰困，因为前面讲过，它对炮的角度是严重受限的。对，而且它炮就是我们的炮塔的一个角度还是会被后面的枪线所钳制住了。对，然后这时候两台的113想要进场做冲锋。哦，第一发没穿，但是有 reset 到。有 reset 到。Gamer 的140送进来就比较有点摸不着头绪的一个选择。140? 我觉得 Gamer 的140根本不应该进来。那现在 Dexter 跟 Gamer 两台140的血量耗损相当严重，已经剩下1000不到血量。其实这对于 Team Efficiency 的车种配置来讲，这个阵型是经不起你这种血量消耗的。那这时间点 ，Gamer 跟113想要选择打出去，然后大麒麟直接收下喵的把下5T， 因为后面竟然发生了严重翻兵，这不像是 Team Efficiency 会犯的错误。那这边015这边血量，他先打015哎、欸，如果是我，我都要先打113。这边015被解决掉，不过后面的两台把下5T 也耗损掉。嗯哼。跟对方是打了一个双线的一个进攻哦，中型战车这边从壕沟上面打上去，那这边还是持续在做交火，缴完两边都缴完弹之后都撤掉撤离。Simon 的113被解决掉，剩下 Lyric 一台的113在这边被三台车包围，应该可以再顶一段时间，接下来就是拖时间等到巴恰5T 两台 reload 完成了。稍微 cover 一下 Dexter 跟 Gamer， 哇，这边 Dexter 跟 Gamer 的一个位置。处理的不是很好、哦，被 对方换掉一台。不过这边换下来之后是一个4-3的一个局面，还可以。这时候 Dexter 这边受到 Hina 这边解决掉 Dexter 之后，回到3-3的局面。Shafi 的血量所剩无几，而且 Shafi 的位置已经被定位出来，虽然是满弹，不过剩下390CD 血，大概是1-2发左右的血量，只能靠113在前面顶。不过113在前面顶也顶不了多久，因为血量差距真的太大。Hippo 的50I这时候才要加入战局。嗯。接下来为什么半血了、啊？那怎么没血了？发生什么术？这边1390进场，想要先换一下对方的一个弹药，但是 Hina 是完全不理他、哦，有一点点骚扰，然后先解决掉 Shafi 的巴沙五 T 之后，再慢慢抓掉013，因为输出能力上来讲，的确是113的输出能力是比较跟巴沙五 T 比起来是比较低弱 skill 的。139被解决到只剩下一台113了，就后面选择是113。OK， 这边巴恰再进来的话，血量还有1076滴，所以还行啊。够，但是就要考验 Hina 的击穿能把握度，那还有他的撤退路径会不会被113给抓掉？剩下这个鱼肉大概完成到一半左右，还有20多秒的时间。甩了一颗，没甩到。那 Hina 这一波撤走就比较有，就是相当有利了。嗯，撤掉先消光再说。
那对于一三来说，他只能站点哦。他现在打得相当保守，只能站在二号点附近站点，然后做防守，然后堵前后左右一个方向而已。对，360度都是有对方可以进场的一个位置。对，然后这个位置他顶多是只能拆一边，对，他只能拆一边，然后去做一些比较大的开框哦。那对于他的这个隐蔽性来说，当然巴乔还是比一三来的好哦。就这时候会做一件事情，我会把正后方那台巴乔鲁迪的尸体推到他的左侧。那我这么好推？一三很重，不要开玩笑。有这么好推吗？有，一三真的很重。那伊娜看起来装弹完成，要准备做第二波的进场。这边再给他十分钟，他可能就盖起一座房子了，一座堡垒用残骸。你是说那个？你是说 YouTube 那个？有一个那个？我这边 Hina 这边进场，应该是直接下去直接打赢啊，打得赢啊！但是 Hina 不能背包弹药架，背包弹药架就打不赢啊。嗯，也不能烧车啊，这烧可以烧车，可以烧车，但是不能死人是真的。主要是应该是说都还好，因为他装备都还在，重点是他不能够没击穿，这是重点。击穿的话，顶多 miss 掉一到两颗啦。那再多就会有问题。那这时候双方想点亮 ，Hina 这时候在寻找角度进场。第一发先吃了417，可以可以。第一发稳稳的击穿，第二发、okay, 三发，这时候被顶流顶上去。Hina 想要推，还差一颗，我这边带走，还是击毁了113。恭喜 Go Best 追平比数，第一张地图打完两边，战成1-1的平手。是，我不知道。后来刚开始的 Clean Fee 还蛮顺的，但是好像后来就有点钝，正常那边 OK 吗 ？OK，、啊、那边也是有点钝吗？有一点点，但是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种花的问题。你是说海缆断了吗？对，然后你的那个画面啊，因为我们有去绿幕 key， 所以你的眼镜稍微要控制一下你自己的那个角度。眼镜我可以不戴眼镜啊，真的没关系，我看得到画面了。OK， 看起来更喜欢了。好，那我们这边是打成一个1-1的平手哦。对，那其实T 这边打的并不是来特别好，就是在进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啊。但是还好啦，就是 Step 这边有在车种上面的一个选择，然后对方冲阵的一个击穿，我觉得是差一炮两炮。等一下如果有这个 highlight 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下。我觉得重点是一开始车种先天上就是一个劣势，因为以 Team Efficiency 的车种配置来讲，你面对这种113压阵的话，来看一下刚刚那场比赛的 highlight， 一开始先让一炮到两炮的血量，那这就是超完全错误示范，这不是这样推的。哦，这边还来看的，他推就是推失败两次，对，然后第三次才上去。就这个点，我是觉得还好啊，我觉得我不觉得有特别多大的效用，炮車因为其实你解一号点的方式有很多种，炮车就很好用啊，炮车上得去就真的，炮车可能有用，但是你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在推的话，我觉得。也好像也还好，因为炮车你能够藏的点还蛮多的、啊，就没必要真的要去吹这么久。好，那刚聊天室洗了一波，聊天室都没什么感觉，你眼镜一拿下来就有感觉，就大家都有反应。是啊，那我干脆以后不要戴，我戴隐形眼镜好吗？没有啊，笑死我。来看一下刚刚的输出报表，希娜的发酵物体输出到3000多，然后是3发，其实这算是一个，这跟上一场的。输出比起来，这已经是相当优秀了。对，那重点还是在，重点还是在，你可以看到 Team Efficiency 的875T 这边输出都不到1000，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很糟糕的一个表现。对，我觉得主要都是Step 这边都是一个进场角度问题啊，所以就是大概就这样，大家看到了这样。但我觉得差异是在于说就是。两边选择的一个配车，那 T1 这一次因为进攻方选了一个比较进攻，应该是说
有113顶住，前面打得还不错，但是他选择分边去打两边，我觉得是比较具有难度的一种打法，那也不是不行，但是因为刚好对方在上坡处有把你压住，所以你不好上来，所以在换血上面那一波的一个八下换血是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差异的。我觉得一个问题在于说 Team Fortress 这一波进攻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佯攻或者是战术性的调动，就是很单纯的打进去。其实一开始车种劣势，这个车种劣势还没有劣势到说不能打。是，好，但是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大概知道你的眼镜的问题在哪边了，就是你 Skype 是把自己的画面弄得很大。画面怎样？你自己 Skype 的画面？我们 Skype 没办法看自己画面啊。对话框啊，很小啊。因为我看到你的眼镜是一直有绿色的反光，绿绿的，所以你眼镜才会被。我换没有度，孩子，等我一下。那应该没关系吧？没有没有，因为我附有度那个防 UV 的。好，那我们第一张地图已经出来，是在 Lunenburg， 然后在 TE 这一边是两台五零 B 台，没看到，没看到配车。没关系，待会我们进去再做介绍。那这就应该不会有反光了吧？这副没有镀膜，对，还是绿绿的，还是绿绿的吗？说你的帽子，不对，你没有女朋友。抱歉，抱歉。没关系，我欣然接受这件事情。当每个人欣然接受，欣然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把两只手拿起来，是你有两个女朋友的意思。我懂了，我懂了。我有两个啊，两个。然后他叫左左，他叫右右，而且叫左左右右。最恶心欸，你知道左左右右是同性吗？开哥，你有不知道吗？然后我觉得这个，那个什么，退取这一边啊，就是可以改成那个。中文昵称之后，我觉得还蛮可爱的，跟我们中文名称。我还没有改啊，我不打算改。第二张地图是在 Rumberg 两边站成一比一的平手。首先，单防守方的是 Team Efficiency T1， 使用的是一台 FV 二一五 B， 一台113，两台五零 B， 一台430，一台 T 十以及一台8x25 TAP。而进攻方的 Go Best 是选用两台二一五 B， 一台113，两台8x1，一台征服者以及一台的8x25 TAP。看一下这一波 ，T 十也好久没出现了吗？这教室？还好，之前 T C D 吧，然后蛮常出的，在那个 Ghost Town。但是 OK， 第一波 Port 的八小五 T 直接被亮到，看起来是想要抢到 K 0的底线位置。但这时候 Skill 上去，这波交换 Skill，什么时候 A P 来抢这个点？这可以，这牺牲打是 OK 的，因为他要交换血量，但是 Skill 一开始不应该探这么出去。是。那这个位置 Skill， 21滴，我觉得他直接贴底线，不要变成掩体，真的直接贴底线。对他其实刚有贴到底线，他是觉得他自己要死了，竟然活下来啦，可以再亮一波。死定了，你就是不要变成，不要雷啊，让他尸体也能雷啊。让他 port 还不错，但是后排的一个枪线已经压上来，然后现在在 T1 这一边应该主力会，主要的这个关注重点会放 EF 中线这边 hippo。对，重型战车直接要往中，这边带走压，然后死的位置超级烂，还行啊，还行，至少不是横在中间。对，横在中间那就是史上最烂的死法。来看一下征服者113215B 这边的交战的状况。Tina 跟 Port 应该是要准备进场，这边五零 B 的注意力已经被牵制走，侧面应该有个完美的输出角度。这边113想要继续抓到 Hippo 的8x25 TAP， 这边 Hippo 拖的时间有点不够，113还有600左右的血量。嗯哼，还算 OK， 但正面这边五零 B 先撤掉，然后也没有开始站点，开始往回撤，看能不能撤到比较安全的一个距离哦，尽量把时间给拖住。这个时间点是不能站点的，因为你。城镇的 F E F 线城镇内部已经掉了，拔下进场要抓掉五零 B 的喵，只剩下两发。这时候看起来有机会被抓到这炮的位置，七 D 带走。到之后 Party 这一边旅游刚好完成，看能不能把他对方一台拔下给带走。然后 Shafi 的位置直接被孤立起来，直接被解决掉。那接下来应该要想办法，把 Gamer 先抓到大型的113。这样子交换下来，这边是一个残血脱离，只剩一发弹药。后者8x25T 被 Party 的 50B 给解决掉， Party 这时候的掩护位置相当不错，这时候 215B 被 Dexter 被包夹了，113给包夹起来， Party 这边想要搅蛋包夹网的行列，
缴完之后一个路过 ，A5B 还在这边，终于是换掉对方的 Party 的50B。然后 E3 也被解决掉，不过 Dex 他的 E430 的输出能力相当可怕，这一发应该可以解决掉 A5B 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残局处理来看一下 Gamer。虽然是2-2，但是一个十阶打9阶啊，两个十阶打一个。重点是血量还有输出能力，来看一下430有没有办法发挥出他的高 DPM 的优势。哦，但是 Hina 这时候没弹哦，有机会，那就有机会了。装去打，把 Lyrica 的。这个距离 Delta 应该是可以打出去的，因为他知道对方的八下只剩一发。哦，这边 T10刚好是在另外一角度有抓掉哦。Hina、这边是2-1的一个局面，应该是可以拿下来了。Dexter 这时候直接粘上去，应该就可以打赢，没有问题。哎，这个字幕哥是怎么回事？不要混淆我！恭喜 T1 拿下比赛的胜利，是2-1的一个领先。爆雷了！不，他们直接把 Go Base 又1-2，一直在闹。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我觉得打这个 Go Base 这边打 Killing 打的还不错，但是在中央这一边打上来之后，我觉得对于防守方的这个优势还是太大。就是当你这个。比较有经验，你还是有反光，还是有反光。好，没有，那我们中场再解决掉，没关系。我觉得应该是你看荧幕的角度啦，看荧幕的角度。然后我稍微坐低一点，看荧幕一直有绿色的反光，不知道为什么。荧幕一直有绿色反光 ，Why？ 你有东西是绿的吗？没有的话，就是你的没有啊。我没有女朋友，怎么会绿绿的？就是你的没有你反射到自己后面的绿幕。对，就是这样。因为你可能这边没打光的关系，所以没有。那我现在可以补打。好，那刚刚这一场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对于防守方来说 ，Luinberg 这边小城镇区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优势哦，就是在当对方打上来的时候，需要很多的时间才有办法碰到你这边城镇区的车哦。这边已经包上来，包了很久，可以看到这边 EF 中线的车都已经回来救了。对，其实这边问题点还是在于说，第一这一波进攻的时候，还会绿绿的吗？哎，你们待会再看。我知道为什么绿绿的了啦。又绿绿的。因为你太菜了，菜就是绿。菜不该死，好不好？一样嘞，一样没什么改变。绿的那算了，我之后再想办法。Anyway， 问题点还是在于说，这一波进攻脱节是真的有点严重，两边都有出现蛮严重的脱节。来看一下输出能力 ，Dexter 的430把他的高输出能力发挥到极致，4200的伤害，然后两个急杀其实是 OK 的。430优点就是输出能力，他这个不到6秒。一边输出打了4000多 ，50B Party 也是打得不错。那这一边另外一边有一台，我看一下 AP 的话 ，Hippo 的 AP 是打了198，打了4发，然后有拖延住对方的时间，但在。正面来说，我觉得重台还是输了一点输出。那有两台5B的这个 T1 来说，他们这边就是有保有好自己的这个弹夹车的一个血量，所以我觉得是造成他们胜利的关键啦。就是 Party 我觉得还蛮关键，然后我觉得脱节是两边战术选择的一个问题，所以都还 OK。对，我觉得脱节不能这样讲，而是说应该讲说是两边的部队在这上面都有点问题。然后我觉得就是前面两张图哦，都是防守方真的比较好打的图。像 Greenberg 我觉得防守也是 ，Steps 也是的确是防守方有利的一张地图。那我不知道对选手来说怎么样，或对观众来说怎么样。我自己是对这两张图是我不知道，就看起来就是感觉就是防守方要赢的这种图，然后它的优势比较明显哦。来看一下第一场比赛配车。GoBet 这边是3台 215B， 一台 Grill 15， 然后一台 8HR5T， 一台5051，一台 Pirus Light。Team Virgin 这边只是2台 S7， 3台 8HR5T， 一台140，以及一台 RU251。首方出贵哦，然后又出505，又出 T50 Light。这个很明显就是要死守零号线啊，因为你 Grill 你需要很长的一个距离。不是，但重点是你这样要谁抢 Terry？ 就他不抢 Terry 的话，他可能不抢 Terry， 然后他赌你在北面嘛。他不抢 Terry， 他放你进来。但5051我觉得在这张图不是那么好用，而且它只有一台，就是 GoBase 一直以来应该说这一季啊，很爱用一台5051。那只用一台5051的话，其实我一直觉得它的效用不是很好，尤其是在这个叫什么 Ghost 这个 Luinberg 这张地图，
就是你对到比较多这种都是这种战车的时候，5051的一个施展的这个舒适度，就对于选手来说，当然可以击穿，但是击穿能力不太，就是不如其他的车辆来的好、哦。所以我觉得Kobe要想一下他的一个配色。当然，如果他能拿下比赛胜利的话，配色又没问题啦。就是输的话，就是有问题。我们很结果论的，你不能用成败论英雄啊。有时候输是说，应该是说，就我的理解来说啦，有时候输是运气问题。你有没有看过一场比赛烧车烧两次的？对，但是在全开账号是没看过啦。以前比赛是常有啦，爆弹药架啦、烧车啦都很常有。但是自从我们黄金级有这个全开账号之后，就很少看到。可是全开账号还是不能避免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因素，你会在最莫名其妙的时间点不小心按下修理包。或者急救包，例如你的通讯员死掉了，是你的问题是不是？没有，不是我，我真的看过。啊，这边看一下 T 一的一个开场 ，T 一这边要直接用 Skill 的 IROV 作为先导部队，然后后面带着两台重型战车去 S 区去架枪。嗯、What？ 我看懂了，因为这个时间点你派重型战车上去的话，是对于 Grill 15是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 ，S 七。只要能够抢到 K 0附近的位置，他的防御能力就能显现出来，他那颗无敌的炮塔就可以出来了。那六 S 七，我中间就被抓包，哇！那六 S 七，哇！没有啊，抢 K 0，哇！那因为被抓包，所以只能选择改打直接从中间平交到从中间入口的战术，这也可以、啊。那重点就是在10000附近藏的这些8125T 还有140是什么时候要开始进场？因为等一下的战术会是。只要正面部队的GoBest 部队吸引力被调到正面的时候，这边10000就会动作抢下 A 七这一块，然后做反打，然后把 GoBest 部队压缩在 EF 中线小城镇区，让他们是假打二号点啊。对，然后用 Scale 的 IUOV 进去做站点，他应该等一下就拉掉了。这个 OK， 因为第一波是没有被 reset 到，然后第二个是。他的血量没有耗损掉，然后这个时候站在8140要进场，要直接强攻 A0 跟 A7 的位置。那这一波大麒麟的215B 看起来是小命不保，浪费很多颗哦，各浪费一颗。总设置是没有办法，但是其实建议会贴近一点点再来加掉8150贴，但要大麒麟已经被逼出原边的位置。哇，一个那个之后是两台的巴恰卡在这个位置。哇，喵跟 Dex 打一个互卡。嗯 ，S7 这边把对方 A7 的这个位置拿下来之后。IUOV 动得太慢了。IUOV 其实不用动啊，有、哦、他拉回去啊，早就该拉回去了。他刚停了很久、哦，可能是被这个 Hippo 有稍微牵制住。然后这时候 Gamer 的 S7 完全不应该上去，直接上去交掉了大概2000左右的血量，侧甲被打穿哦。对，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就是战术理解能力的问题，因为应该要站在另外一台 S7 这个。附近的位置会比较好一点。嗯、那这个位置就是，这位置对于 GoBest 来讲相当难受的一个位置。嗯、这边 Simon 后面中攻这个十字路口没摆车啊，这台新吗 ？Simona 干嘛上来 ？Simona 我完全不懂为什么他上来直接被解决掉了。喵，这边 Gamer 虽然被215B 给解决掉，不过重点是一号点会站点圈的位置，然后在后面的 Hippo 也已经被亮了出来。这个时候 ，Skill 正在努力的纠缠。一波可以，这边中了两颗之后，应该可以做一发 reset 吧。215B 完全没有机会，直接被解决掉。然后重点是 ，Skill 这位置可以拖多久？就是多久还解决掉5051。5051刚好没弹，被他直接连上。哇，这个话这样的话 ，Skill 立下了大功。哇，这场比赛就确定是 GoBest 输了，这完全没有翻盘的机会了。Hina 这时候想要死亡。你确定？这要怎么翻盘？你跟我讲。你确定？我是觉得不用。欸、是啦，是没错啦。这个要怎么翻盘？少看一台巴恰，少看一台巴恰。这个能够翻盘，我当场砍账号。哦，你可以早一点说，没关系。希娜这位置进场，早一点说，可能你的魔力就会出现了。不可能，这个专业赛评都看得出来是不会被翻盘的。好，然后 Destar 贴掉小 B。对，这边恭喜
T1 是再拿下一城哦。就是我刚本来是有一点担心，就是南面这边的这个，应该说城镇区这边的十字口没有摆车，那它可能会遭受到比较多的一个攻击。但因为5051的一个吸引力，就是它 RU51它没有往回撤，就是、通常来说我们会往回撤到北面，然后做预警或者是去站点。那它可能是在我刚没有注意到，应该是要往南面要往城镇区撤的时候，有被 Kipo 这边有粘上来，所以干脆就直接打起来，所以。这边是两边在做交战，那 I 7这一个任务，当对方已经打下来的时候，两台 I 7跟一台 RU51 就是担任把时间拖住，那对方会越打越紧张，就是对于勾贝斯来说，因为他要回去 reset 嘛。不是 ，but 但是你5051打输 RU251 是一件，他一定不可能是一个人打输的嘛。他一定是跟他把弹缴给这个 I 七嘛，然后后来他没弹了，然后当然 RU51 出来打嘛，一定是这样子。我觉得一个问题就是他城，Gobest 的部队往城镇喷水池附近做反打，这个意图来得太不明显，而且太晚。那看一下刚刚的精彩回放，大麒麟这一波，然后喵跟 Dexter 这时候虽然有护卡枪线，这时候其实。有点的护卡是可以接受，因为这边射击角度是比较小，那这时候快速撤回去，这个到这里都还 OK。那接下来这边，这就是勾贝斯，勾贝斯各种送二一五 B。对，这还就是送了，因为这位置完全是不应该这样走，你应该是贴住零号底线去想办法去做移动，而不是这样往中间喷，试着往在 C 八附近的喷水池靠拢。其实这个是比较不切实际的一个战术意图。而且那边 reset 不到，所以通常来说，当然前面那台 FE215B 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后排的这个Gorosu的枪线是可以架住，然后把对方的这个八架给逼回去，他还是走，所以他这个流程没有做得很好，就是顺序上面并没有做得很好，他自己都带了这个Gorosu西塞15来去做进，来做防守，他并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第一台的 FE215B 他已经先亮到车，但是他后面的Gorosu并没有能够架住，所以他有一点。真的 Go Base 在战术上面是有一点被这个 Team Defense 的一个战术牵着走，所以他以为他真的要打二号点，因为他有亮到两台 I7 一台 RU51， 那在这个战术上面来说是有一点被骗的啦，我觉得有点被骗。然后 FE215B 这一边拖住的时间点来的不够长，因为我记得在前一波看到 OB 的时候，他是用直接侧面出去，他并没有。用摆脚的方式去固住底线的一个位置、哦、所以我觉得有几个细节 ，GoBase 这边是做的没有很好。战后输出报告，其实两台 215B 的输出，两台加起来只有980，三台加起来大概2000。这个大麒麟打了6发，然后没有穿，这个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我不太确定他是在哪边打的啦。他一开始在 A 七被抓掉，可是。这个，但你打的是八恰，然后冲锋过来的八恰怎么会没穿？至少要打个两，你至少有一两发的输出，应该两发会比较合理一点。对，而且他打了7发，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八恰的位置应该很近的，应该是贴到脸上。对，应该是很近，就是大概200-300公尺，在占领圈附近他才有看到吧？难以想象，比较难啊！我知道他可能先去打了那个 I 七的位置，但是太远打不中。或者是弹掉，就如果 IC 压上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就是代表一件事 ，GoBest 的这个沟通还有战术任务分配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明确。总而言之啦，就是在这个进攻就是他在防守上面来说，他拖住的时间不够久。那他拖住的有看到巴恰第一时间点回报的话，贵友师傅应该是可以来得及在他被击杀之前，被两台巴恰，因为大家有看到嘛，就是巴恰会有点卡住。对方的一个枪线，所以基本上他上来之后，贵友数应该是可以收掉。正常来说要换掉一台，或者是你至少要打吃一发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一点哦。那当然后面几个流程上面没有做好，然后慢慢的送掉 A5B 之后，进去就算十字路口这边有 reset 到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因为你正面已经倒光了。的确，因为对于这种阵型来讲 ，GoBest 这场比赛的。没有任何没有，我觉得他们这场比赛战术意图是没有地方是流程是没有任何地方是做对的。好，那我这边跟大家询问一下，今天的一个转播应该还算 OK 嘛？就是除了记in-game画面是有点迟钝之外，因为我们这边看就是迟钝的。对，因为我们 clean feed 就是顿顿的，没办法。那应该是还 OK 啊。目前看起来是，因为我们这边都有跟日本跟韩国转播的人也有连线。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甚至韩国还想说你们画质要不要高一点，可能他们网络很好吧 QQ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今天应该是 Queen V 稍微有点顿，是因为中花的问题。对，好，来看一下第四场比赛，第三张地图出来的是 Prokhorovka，目前 King Fashion 是取得一个3-1的暂时领先。GoBet 这边选用台 215B、一台 STP1、一台5051、三台 8255T 和一台 Lorin 151。King Fashion 则是选用一台113、两台140、三台 8255T 以及一台的 RU251。看他要带一台5051啊，在我不知道当地图带5051，我也不知道要干嘛。我不知道要干嘛。进攻啊！进攻的时候去炸平交道口那些。不是5051，不是1551。5051哦，不知道，他们很爱带一台啦，两台我可以接受，就是你一台打的伤害 很少嘛，1300嘛，不太能够理解，真的不太不能，我不太能够理解。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用啦，就是当然你去补八下打下剩下来的伤害可能很好用，或者是你拿来做断腿，但是这张地图看你怎么打。如果你今天带炮车的话，基本上你要跟对方打消耗战，你不可能对方打一波嘛。所以你5051换成140啊、430啊、T6 和 AR， 我觉得都来得好很多。你甚至带一台，我是觉得他这边的一个阵型要带一台就是重战车，然后单发 A5B 这种车辆可能会来得好一点。或者是你他自己GoBase 这边有带一台 SDB1 嘛，两台可能会来得好一点。所以来看一下 Prokhorovka 的地图介绍。其实GoBest 这场比赛3-1哦，就是已经是一个输两局的一个局面。这张地图弹夹车，弹夹车带多了，四台弹夹车其实对于要打消耗战是有点太多的一个选数量配置。那首先单进攻方的是 Team Efficiency T1， 防守是 GoBest， 防守带炮车，看应该是藏到 A0 的位置， A9 也可以。OK， 那来看一下 GoBest 为什么要他们要怎么运用他们的炮车，因为其实以防守方带炮车来讲是比较不常比较没有那么我觉得没有那么优秀的选择。第一波 RU251 有开到 8255T 的移动位置，这边要小心哦，上礼拜有人直接摔下河，开场就摔河。那我相信都是意外，一切都是意外，都是假的假的，像 Cisco 一样假假的，我形象很正常，菜菜的。然后这边两边是压到这个坡之后，炮车的话基本上是拿来去 reset 一号点位。一号点位其实我倒觉得你带炮车去 reset 一号点位，有一点点太给的本太重了。八阶了还好，行。可是你要牺牲掉视野。基本上这个位置它可能就以盲射为居多，但如果你今天有一台炮车，之前有看到有比赛嘛，对方有带炮车，防守方带炮车的话，你压的点就不会是常规的前面的斜坡，因为他知道你视野上，如果你要来开光的话，就会是一台世界的中型战车，所以把所有的一个目光都放在 A6 的这个隘口的话，其实基本上对于攻方来说会蛮好打的。你可以看到 skill 压的位置，就像我讲的，还没有压在一般来说前面的那个坡。Simona 的 SP1 被亮了出来，这位置还行，已经安全退了回去。来看一下 Lorin 151到底要砸哪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是 skill 的话，如果你把补给品稍微打一发，会不会炮车会不会以为是你压到补给品？有可能。心机有这么重吗？若是我会把补给，我会打掉补给品。讲真的，那这个位置看一下大麒麟。边 party 的140在移动过程中吃了大概1-2发左右的伤害，其实还好，一发就是运气一发，主要是消耗战，你消耗战弹夹车是不能带多的，因为你看就我觉得八恰没问题，有问题的是5051，对，而且他自己有带一台 STB1 嘛，但也许啦，也许他很喜欢5051这台车，哇 skill 烧起来了。修被亮他没有做移动哦，不要，这边炮车都砸下来，好屌，
哇，这个 FB 二一五 B 就这样子把它也亮出来啊，然后直接 STB 抓掉 skill R U 二五一，但是南面这边攻进来，我觉得刚刚是有点乱的，没有人在盯 A 六，然后也有中线这一边，然后 Hina 被断腿，被迫交修理包，交到之后应该可以安全撤离。安全撤离吗？怎么可能？哎、欸，他为什么没有去坡底下？他继续往前走啊？经验问题，经验问题。没关系，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就跟 Cisco 一样可以理解，他就是菜嘛。菜不是该死吗？好，这时候E3压上来。其实我觉得刚E3没有压住 EF 中线，让 FVOB 直接压进来，然后把这个自己的这个。IOV 给亮到，然后最后一次我觉得蛮奇怪的。我觉得这一波调度就有点点，我有点看不懂 GoBass 为什么要这样调度，因为你有带 Lorin U51， 你没有必要去把 Bashar5T 三塔一开就往南面去做清查，然后想要从中 EF 中线做 reset， 没有必要。没有没有，就是标准流程啊，就是 EF 中线这边进来之后，南面这边也进来做清查。对，但这是标准流程没错，但是问题是你有炮车的情况下代表你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去做消耗，而它是有点早，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打得还不错，就是交换上面还算划算，还算可以，在血量上面消耗的还不错，然后这边炮车再砸了一颗没有砸到，这时候山顶上看起来有动作，喵要直接下去硬抓掉瑞瑞的巴沙五 T， 第一波交战是喵先出手，两颗应该是解决掉了，解决掉没有问题，直接 Dexter 帮忙补枪，解决掉 Lyrica 的 Bashar5T， 顿了一下之后，他回来就爆了，让连最后一面都不愿意让我看到。这边喵是亮着的一个状态，这边会被打哦，然后直接被炮车砸到，就像这样，像这样，现在断腿，只是砸到履带而已，还可以接受。哎、欸，哎、欸，不错，经验不错，他直接省掉了这个修理包，赚一万块。他知道这个位置是没有办法，后面不会有枪线补上来的。然后 Hippo 的 Lorin U51 第二发已经准备完成了。这炮车把小武器被亮了出来 ，Gamer 这时候为什么要追击？你为什么要追击？直接冲锋哎！哇哇哇哇！不知道该用什么了，有一种。而且换过来之后 ，FE215B 被卡开了，但是没有人理他。大金这位置可以撑很久，而且他可以把在E3给抓掉，没有问题。嗯、很好抓哦，对方只看到一个炮台，带走。他抓掉E3之后，然后所有的车辆都已经在比较低地的一个位置。现在就交叉火网已经架出 ，GoBass 交叉火网已经架出来了。那天宇飞行这一波进攻的话，你一定要快，你要快去抓炮台。然后 Simona 的 STB1。也要快，真的要快，然后还要看就在一波蹦蹦蹦之后换掉，然后冲锋，看起来是有达到不错的一个效果。这时候大秦要抓掉140才有机会，哇！要炮掉，噔噔，又吃一颗，我痛好痛啊，好亏。嗯 ，STB1 被定位出来，这边要下去撞吗？不要吧！哦，还好没事，撞到了，但是这个时间点，对，只剩下一台 FE25B， 刚刚是应该是被换掉，这边在做城镇区的一个帮忙，这边炮车开炮没有中，哇，这一场真的两边失误都有点大。上来之后，巴恰只剩三发弹药要跟 FE25B 对炮，你确定？你确定？赢啊 ！Dex 他没弹了，然后这个一发要上被断腿。要注意侧面的 Gamer、Hippo 上来有弹哦，有弹哦，游罗一下，冲啊啊！超级爆，可以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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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大姐已经抓掉了，哇，浪费一颗啊！哇 ，Gamer 这下来，你为什么要下去？然后把弹交在 Hippo 身上。这发出哇，还有击穿。哎、欸，他刚 A 五 B 没击穿吗？没有，没有。无话可说，无话可说。
这一局就是一个，应该不要我说。两边在互送，好不好？就是一个咻咻蹦蹦，咻蹦蹦，大家自己看。这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我觉得他刚刚冲锋冲到这个天尾东面是蛮奇怪，然后有不少的人落河，你知道吗？就是两边在冲锋的时候，很多人落河。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到河里面打？因为其实。当然有车子是有落在河沿，但是我们一般的流程会先打平面，然后把车赶下去之后，把平面的车就是 FV25B 通常会是先被解决掉，解决完之后你才会发现这个 GoBase 的其他的那个巴恰、啊、会慢慢的从河上面倒，慢慢走下来。然后刚刚其实我觉得 GoBase 应该是可以赢得更轻松。看一下刚刚的 highlight， 现在看得出来 ，OK Simona 这里 ，OK 他换掉东西够多，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吉岭过来的问题了。然后 Hippo 这一方面没有吃到，还好是还好啦。但我觉得你看这边哦，这边是一个很重要，你应该先让 Hippo 打，他有打中哎、欸，那你对方这时候对，这时候 Gamer 如果那为什么要下去？对他 Gamer 应该往前走，然后打 FV25B 的屁股，又没有人打得到他，然后把弹先缴在1551身上，151在你的侧面，他打不了你，然后 FV25B 你冲进来。不是应该要打 FV25B 吗？你直接冲下来、哦、它是一个蛮你知道半血。我有一种就是说那种在 pit 里面的时候，进站换轮胎出包，然后以为第一名要没了，结果你后面第二名进站的时候，它出的问题更大，是车子完全没有加到油。有那种感觉有没有？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很久没看 F1， 就是早就已经没有加油了。现在是一桶油政策，现在是轮胎上不去之外，还有总而言之，先金顶被撞倒是不是？我不知道这场到底在干嘛，但是重点是，既然 GoBase 这样也能赢，我也觉得也是蛮神的。没有 T1 这样也能赢，我是觉得蛮神的。就是 Gamer 这边下来之后，通常来说，我们就是把炮车已经在你侧面嘛，他打不了你嘛，你一定是先打215B。他脚弹脚在151之上，说迟迟那时快 ，FV25B 那一发竟然没穿。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场会赢。好，就是对，没关系。好，这场发挥我们现在是怎样？4-1，对不对？4-1 ，OK， 恭喜 Team Vengeance 已经取得听牌的优势了，4-1的领先。Go Best， 看起来距离降级区第一级淘汰是越来越接近了。对，其实T1 这一场其实打得不好啦，就是今天打的比赛我觉得都有点怪怪的，因为他其实一般来说他冲锋冲进来，因为 FAOB 已经被你隔开，为什么不先打掉？那这个时间点冲锋，我觉得冲的位置刚好对方是在比较靠河岸的一个位置。OK， 攻守交换来看一下，这边 T1 飞行选用一台 ST， 另外一台 S7， 一台 D15， 三台 Bachar5T 以及一台的 RU251。而 GoBase 另外一边的 GoBase 则是选用一台两台113，四台825T， 还有一台 RU251。被听到了，你卡斗，他把为什么有人要想起卡斗呢？有观众想说跟 Monaco 站的与卡斗一样惨。我觉得是Barrochelli 比较像，你知道吗？好了，这边的话，两边是打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配置，防守方的 T1 这边是一个赛末点，然后带了一台的015是做正手、啊、那这边看一下待会的一个进攻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攻防战、啊、这边是一个 T1 的赛末点哦。T1 这场如果赢下来，其实差不多就可以确定他们不会落入降级区了。我突然觉得你这样的一个叙述不是很正确，就是。酷跟这个队友之间的那个差异好像不是一样，不太一样啊，就是失误比较多了、哦。他那时候他队友他二奶命那个，这酷的这个，这等于是说这有点类似是后勤人员没准备好，但是这个是两边的在比失误多，对，两边都遭遇乱流的这种感觉。你说前一个弯超过去之后，下一个弯自己雷惨，然后 Hippo 这另外一边也一起雷惨这样子，然后还没讲完 Hippo 就直接去送了。你有看懂吗？我刚还没切回来，现在切到比赛画面。重点就是 Hippo 刚过去就直接开场不到一分钟就爆了，应该说更正， okay, 不到他应该是去压 EF 中线是不是？他不是去压 EF 中线，啊，不然去哪？他是直接往 EF 中线冲出去。哦，亚夫的日常。好，那下少了一台 RU251 的。GoBase 来看一下怎么进攻，基本上这个时间点你 GoBase 想要
想要进攻的话很困难，因为你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掌握住三个平交道口了。还行啊，他就是先打正常的压制嘛，然后主要是113要把 EF 中线给压住。那因为巴恰比较多的 T1， 他这边可以从南边或北面一起攻进来。05跟 I7 还有一台，他是05跟 I7 嘛，可以压制住这一个路口，可以用他的副角。因为我是说 GoBest 接下来要掌握住三个平交道口是完全，少一个人。对，少一个人，他变成说山上这台巴下要看两边了，然后要做输出，很忙，很忙。这边来看一下 I7 跟015能不能够做 reset。巴这边应该可以 reset 到，有 reset 到两发。哇，这个小缝缝，漂亮。好，现在基本上就是消耗在 Ping Faction 这边。哇，这边 T1 是说巴下都已经从 A6， 他不到完全不演的，直接把 Simona 直接带走。他们是觉得这场赢定了是不是？直接不演。这样比较快啦。好 ，Hina 直接被解决掉。嗯哼。好啊，这场恭喜 T 飞选手获胜。因为27压进来，因为北面这一边已经直接拿掉了，所以巴恰都已经被带走的一个情况。27跟05都可以直接压进来做旅顺。然后 Gamer 没有。Gamer 在打别的地方了，他没有压113，还可以接受。他想要先帮队友。还可以。交换比是 OK 的，交换比 OK， 这完全 OK。然后接下来 Port 这个位置要直接被 cut 开来，然后这方面有击穿 S7， 接下来就是 GG， 这是一个零尺。然后应该山上的这台巴恰还可以继续活着进行第二轮的旅肉，但队友打光了，这边是一个7-3的一个局面。这边第二轮旅肉完之后，看到要先收谁？大吉林被解决掉，只剩下 Lyrica 跟另外一台巴恰，两台巴恰看起来是。不错哦，应该可以带走一台，带不走啊！哇，没单，谁把灯关了？不是，是把灯关哦。这边自己亮，自亮自打，然后这边打了一颗、两颗，830滴，好，剩最后一颗，应该是吕豆掉，然后走掉了，走不掉啊。好吧，算了。哎呦，会弹弹，丢！哇，这个拉长音，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从脸上飞过的那个声音。又抓掉瑞卡的发射武器，然后接下来 Shafi 上来了，他知道对方没弹吗？对，他知道的，抓掉最后一台发射武器，恭喜 Team Fashion C 5-1击败了 GoBest， 拿下3点积分，那也几乎是正式宣告 Team Fashion C 不会在第一阶段被淘汰了，恭喜他们。有这么早确定吗？不要考验我的数学，有差这么多吗？现在积分差距来到了7分。嗯哼。七分代表了三场，那目前 GoBest 已经打了8场了。是，我们来看一下排行榜哈，我们一起来算数学。八场啊，11场，第一阶段每一队要打11场。有7 T1 打7场，然后 GoBest 打8场，然后他剩3场啊，3场。对，3场是9分。但是你要想到新 Invasion 是少赛一轮。那9分，九分数学上是可能的啊，他现在13分嘛。9分加上去可能我也会讲啊，来看一下上场比赛的 highlight。T 这边分数还没那么多、哦。我 Hippo 只有活了30秒而已。哦，他是要直接拉过来，然后因为对方第一轮交战。巴恰旅都完了吗？还没吧？他开场就过去的话，巴恰应该还没旅都完吧？后面有单发车啊。对对对，单发车这样能中，我觉得蛮准的。这不是他问题哦，这不是他问题，我觉得不是他问题，真的，我要帮他讲话，是 T1 真的蛮准的，这真的蛮准的，不是我在讲。这个我，不然就是他走的一二中线好像有点太靠北边，对不对？他如果要转的话，是要一上去就转。他早就要转了，他太晚转。他路径选择量太大了。应该是说他当对方没有人，他以为对方没有人，然后他走的是 EF 中线正中央的位置，然后是漏整个侧甲。来看一下刚刚上一场比赛输出战后捷报。战后捷报以 T1 的角度来说吗？可以看到零五打了2446，很开心啊。你看到 ST 不让 IS7015 这个伤害就够了、啊、再补上一台 RU251。
因为05跟27耗住的时间很久。那巴恰这边第一的巴恰的伤害比较低，是因为他们很多台去围台啊，打完之后正面这个27跟05已经把游戏打完了，基本上这个 也不能讲什么、啊。还有其实 STB1 在那个小缝缝有 reset 到，我觉得也蛮赚的。那个本来就会 reset 到，可是重点就是这个是完全没有还手能力的输法、欸。就是，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觉得在攻方上面来说，你要打这样子二号点的战术，你应该再多一点这个重战车。那他巴下太多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变成是要在前线换血的时候，就对方过来做 reset 的时候，你要换得赢对方，这就是比远距离对炮啊。问题蛮，其实该怎么讲？我觉得 Bless 是已经是不先不讨论配车问题，还有战术问题，而是个人技巧问题了。有一些小失误是蛮多的、哦，然后造成一叠成换一叠叠一叠，就是慢慢的有叠出这一个雪球效应的。那我们这边第一场比赛就是由 T1 5-1拿下比赛的胜利，我们待会休息一下，预计在10分钟之后会有 B Gaming 对上 Team Profit 的一个比赛。对，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